美综合报道，天团五月切出道21年，在乐坛拥有无可取代的地位，粉丝们除了爱他们的音乐，也爱五人聚集在一起讲垃圾话。日前团员们参加广播节目，结果阿信自曝会在网络上搜寻蔡依林与田馥甄，但对周杰伦的老婆昆凌则是搜都不敢搜。五月天日前在中国广播节目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接受访问，并玩起快问快答，其中一题谁最爱用社群网络搜寻自己，话又听到后秒点名阿信，阿信也大方承认，并说他没事也会搜寻团员们的资讯，就连好友蔡依林及田馥甄都不放过，让团员忍不住吐槽你是管太宽吗？但同样是朋友的周杰伦他就不太会搜寻，笑说他是男生吗？接着被问到是否会搜周杰伦的老婆昆凌，他机智回答朋友七不可搜，笑翻在场所有人。阿信自曝很爱上网搜明星新闻，翻涉自爱信脸书，阿信又不敢搜周杰伦老婆昆凌，相信音乐提供五月天团员的对话总能引人发笑，反射自五月天脸书。